想要开始经营社群，但却不知道该如何有系统的规划吗？想要让贴文效果更好，但却不知道带有社群感的素材该如何制作，如何跟设计师沟通吗？打开洞察报告，但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才能有效的分析吗？你的烦恼跟心声，我们这些过来人都了解。让我们用实战经验来解决你在社群内容行销上遇到的各种疑问。这门课程将由图文不符的共同创办人志祺、台湾志的创办人 Ryan 与只要有人社群顾问的执行长思杰担任讲师。我们经营过的社群包含了2017台北市大运、BenQ、台湾霸、童颜有机等知名品牌。我们将从这些实战经验中截取精华，把知识转化成30堂7到12分钟、总长 3.5到6小时的课程，并从大家常见的疑问出发，横贯社群概念、内容规划、设计制作与数据分析，让你能从厘清问题开始学会观念，并一路走到最后的执行和成效检验。无论你是对社群行销有兴趣的学生、刚进业界，或是想要用社群打造出自己个人品牌的朋友，都能在这堂课中突破过去对社群内容行销上的盲点，解锁一个又一个的全新想法。我们希望这堂课可以成为一本线上的工具书，当你遇到问题时，就可以来查查，来复习这些概念，进而成为你在经营社群上最坚强的后盾，让社群力用30堂课一举突破你的内容行销盲点。